在香港机场，现在要飞去上海，跟翠哥在上海度过一个周末。我先去，因为今天周四我要到那里办点事情，然后周五的时候翠哥会来找我。我们现在去办我们的登机牌，所以可以走礼遇通道，不用排队，还挺不错。我到的还比较早，现在我要去休息室吃点东西。我早上还没有吃饭，现在超饿的。香港航空的这边的休息室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它是主要的这个转换地点。带你们去看看，这个就是小航空的休息室，可以排队。这里面就还挺漂亮的，吃的东西也不错，我都快饿疯了，我先去吃点东西吧。我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吃饭，然后就该登机了。还是早餐吃的这些东西，我不想吃这些。鸡蛋油、三明治，吃一些沙拉。我又拿了甜品，但是我想不吃了，太胖了，算了。这么你看他们，你看这儿我背后拿的东西有鸡、茄子，还有一些港式点心，不好吃，还有一杯汤和水。好，现在我就开始吃吧。狂饿，上午没吃饭。味道只能说 OK。汤还不错。好，我现在吃完东西了，我决定去登机口等，因为不知道几点钟会开始登机。我是拿着一个特别大架子在这拍，别人是不是都看我呀？ Oh well, I don't care anymore. This is the life of a professional vlogger. 我已经登机了，准备飞向上海。飞行时间2小时。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选择香港航空，它都是跟海南航空一样的这个座位，而且这里即便是短途的这种商务舱，它也能把腿伸平。基本上啊，不是每个都这样，但是有很多都是，所以还挺好的。飞到一半了，我们空姐给我拿来了 nuts， 喝点水。电影喽，又有好吃的虾，这是前菜。现在去房间，走。好黑呀！看一下，看一下 room tour。 哇，四季酒店的房间真的小哎，超小的。啊，居然还是升级过的，还是好小啊。换了个大床房，卫生间还好吗？还 OK 吧？上海的四季酒店真的蛮老的了。大家早上好，现在我在上海，准备 get ready 去见我一个商学院特别好的闺蜜，然后我会跟她和她老公一起吃 brunch， 然后我跟翠哥会在上海今天走一走，还挺漂亮的，给大家看看。上海还是比较美的。但是我昨天来的时候就突然间发现天气变得特别的冷，今天至少还是阳光明媚的，所以还 OK。 我好喜欢那个空的楼。 OK， 现在我去 get ready 洗个脸。最近我特别迷上了那个 AltaMD 的这个氨基酸的洗面奶，你们有吗？这个是 PR 送给我的。现在我赶快去化个妆，我们要 get ready 要走了。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去找我商学院的闺蜜一起吃 brunch。 我们很奇怪的挑了一家在上海的南法餐厅，也是醉了，但是据说不错，一起试一试。太古汇是这里吗？这个毛对面就是，这个就是吧？ OK， 这个就是太古汇，还找了半天呢。
这地方好难找，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哦，就是这，就是这。You're right, you're right。这是什么 ？Soul, soul。Hello, too bad with Leo can't make it. I know. 我们要的软闸蟹，好吃吗？好吃吗？这是我商学院最好的朋友梦圆，啊，是我的好闺蜜，也是我的伴娘。的甜品来了，但是我不吃，我让给翠哥吃，给你吧。但很美，很不错。它这个 restaurant 这个。我主要是现在不吃甜的嘛，你吃不是冷的也应该少吃啊，冷的也应该少吃。哦，这个巧克力在上面，好吃吗？嗯，还不错。这个不是很甜，是吗？今天天气还是真好的。啊，上海的空气还是比北京好。现在翠哥想去吃串串香，来来来，穿。巨像翠哥的卡通，快去快去，你到那儿弄一个这个动作。Just a minion 啊！快去，你 you look like a minion， 头发和眼睛都很像，快点嘛，弄那个 banana 的动作。我好像以前没有注意，我居然在上海找到了 Taco Bell。Look， 你们喜欢吃吗？这个 Taco Bell， 这个是我大学时候最喜欢吃的快餐。到宾馆喽。回去吧，休息。屋里巨乱吧？人家给我们收拾了吗？我要去休息。翠哥在睡觉，我去健身房。现在翠哥在睡觉，我自己跑来健身房稍微健一下身。做什么呢？我还是跑一跑，跑会儿步吧。翠哥要坐车去外滩，然后去我最喜欢的吃外滩的一家brunch 的地方，叫 Mr. and Mrs. Bond。 我们现在已经到外滩了，我第一次来这个外滩十八号上面 Mr. and Mrs. Bond， 还是原来到这儿主持一节目，那次还在这儿看见了 Angelababy， 很美的，很美的。我们再回去吃这个餐厅，这个可能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法餐。这个就是外滩十八号 ，Bond 18 Mr. and Mrs. Bond 就在这楼上。谢谢。哦，这开了一个新的 Joe Robuchon。Joe Robuchon 是翠哥喜欢吃的地方。Mr. and Mrs. Bond, we need to take the elevator, babe. It's right here. 这，看它六楼是这个。Mr. and Mrs. Bond， 我还喜欢这个 Bar Rouge， 是一个露天的酒吧，也很好玩。又回上海了，开心。这个地方是我原来做活动的时候在那里，是一个好像是法拉利的活动，当时还有李文。这外面是 Bond 的这个街景，还是挺漂亮的。这儿的 brunch 真的很好吃。This is my favorite French food in China, babe. Why do you look so grumpy?People always comment that you look grumpy. Smile. 你要吃什么 ？Idiot. 他的早午餐里面有套餐，大概是得580块钱一位上，上桌吃是这个，还挺好吃的。好多碳水啊，吃点吧。吃点吧 ，Mr. and Mrs. Bond。我这不吃面包了，竟然吃，还有黄油，罪恶感飙升。Eggs Benedict and a salad。教英语时间到，就这个草，英语叫 arugula， 美式英式叫 rocket， right？ Yeah， the first time I heard what's rocket， it's arugula。It's good for you。Patty, and then salmon. It says there it is. 这个是什么呀？这伯纳西酱。哦 ，OK。这个也是大小给你放旁边，你拍完照之后再放。好的。嗯。
he told me French. Okay, French toast. 好吃吗？这好像这是这儿的比较招牌的 dessert。好吃吗？还可以。我们现在吃完饭出来了，在 Bond 这里走一走。上海还是有点冷的，外滩还是蛮漂亮的。我现在在机场休息室，上海虹桥的这个休息室还是挺漂亮的。不知道，我给别人看一下。嗯，有什么好吃的吗？好像没什么好吃的，所以给我去拿好吃的了。我们准备飞回香港。刚刚我在机场休息室煮了一碗面给你们看看。我在这吃面，哈哈，崔哥也去弄了，还是挺好吃的。我已经回到香港了，别忘了在各个平台上关注我。